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52集。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Armada Universe Optimus Prime， 美版的话叫做舰队科博文，如果是日版叫做微型传说。那这部动画其实我自己没有看啊，那这一款玩具目前网上的评价呢非常的好啊。那我入手的价格呢大概是台币2500块钱左右。那我自己觉得吧，以官方的玩具来说，这是近期几年以来，我觉得吧 ，CP 值算是非常可以的一款。现在价格有没有波动，我是不晓得啊。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轮胎滚动性很好，然后玩具重量来说非常的扎实啊，塑胶来讲的话呢，都非常的厚啊，完全是可以用指腹来玩，不用指尖来玩。那它的一个拖车的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它的比例来说，据说吧，因为我也没有玩过旧版，听说比旧版还要再好看一些啊。然后呢，这里这一块部件啊，应该是往后拖一点点，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变成人形的时候呢，才是把它给推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部件，先看一下后面这个货柜，货柜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支撑的一个架子，其实可以把它拿下来的啊，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平稳地立在桌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博派的标志啊。那塑胶的厚度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是吧？透过画面应该也多少能感受得到吧？啊，是比较扎实的。那后方车尾收纳的也是比较科技感，然后有一些简单的金属点缀的涂装。那后面的话呢，是一个履带式的，那履带下方有暗藏一个轮子，然后上方有一个大炮，大炮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轻松地给拿下来。那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两片部件呢是收进去的啊，记得把它给拿出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看一下那个卡车头。卡车头其实有点丑啊，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太长了，那拳头也露在后面。不过应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卡车头啊，因为它主要还是要来做合体用的。轮胎也很大，而且打了铆钉啊，所以它推车的时候呢，非常的流畅啊，塑胶的颜色也很好看。各位可以从这个光泽来看哦，这是比较好一点的胶。后方呢有一些小小的一个破绽啊，各位都可以能够看得到。然后这个车子的前方这里啊 ，bumper 也是诚意满满的涂上了各种的一个银漆。好，那我们不多说，我们来把它进行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放下来到这边，然后两侧这个部件啊把它给打开，往两侧给打开，这边打开。那这个部分呢敲下来，敲下来之后呢往上面推过来。手臂的话呢从侧边这里移动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侧边放下来，到这里卡住，手就直接下垂就可以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把它往下垂下来，而且塑胶的话呢是非常的紧实，非常的扎实的。两腿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呢先把侧边这个地方啊这个锁扣给打开，转到下方来，到这边把它扣上啊，这里锁扣把它给解开，移下来到这里，然后呢这个裙甲两片可以打开了啊。打开之后的话呢，后面这个裙甲这两片啊，这里一样的把它撬开来推出来，到这边扣上，到这里。那两腿的话呢，就直接的把它的这个盖板给打开来，打开然后斜肩放出来。那脚后跟的话呢，就不用处理了啊，到这边就行了。这里打开，到这边放下来。那这个腿的话呢，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啊。它后面的这个裙甲的话呢，是直接的啊，两片还是把它恢复到一个原状。啊，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舰队 OP 的一个小型的机器的一个状态啊，就变形完成了。那它的武器的话呢，啊，从这里，从上方这个地方把它给拿下来。拿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的持有在手上。啊，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两侧这两个部件给取下来，然后安插在侧边，让它变成一个感觉更加有杀伤力的大炮。好，在这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头雕、面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瑕疵，买到瑕疵品还是怎么样啊？我觉得我这边的这个面雕，这个银漆好像有点被蹭掉啊。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要卡紧的，但是感觉有时候会松动。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平举是在这个关节，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啊。手肘的话呢，因为是双动关节的关系啊，可以转超过于90度。那拳头是可以转的啊，拳头是可以转的。那腰身的话呢，是直接就是卡死，因为它是两个部件连在一起，比较可惜。脚前后踢。前后踢有齿轮关节，侧踢呢，没有齿轮关节，但是紧实度还可以啊。目前把玩起来的话呢，
还是比较舒服啊，膝盖啊有很大声的齿轮关节啊，有一个接地的关节啊。机器人的体型大小的话呢，大概是一个官方的 V 级的大小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它的胸口啊，从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啊，打开之后里头还是有一个领导模块，这个领导模块呢可以拿下来啊，但是我这一款的话是比较紧啊，就是各位转一下，不然你就是要拿这个工具啊把它给撬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那这个拿出来 OK， 它另外一侧就没有造型了，就这边啊。那平常没事的话呢啊，为了怕弄丢啊，我们还是把它给扣上去好了啊。那么机器人的造型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有古早玩具的一个感觉啊，特别是它的一个用胶啊，你看到这个塑胶这么裙甲这么厚一片呢、啊，把玩起来的手感呢啊，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它的货柜呢可以有一个基地的形态，那我看了说明书我也没有看得很懂啊，我大概的解说一下好了。首先的话呢，把它的这个地方给解开来，解开来之后的话呢，两侧的这个地方博派的标志这里锁扣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腿呢才能够往两侧呢给拉出去，拉出去之后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是打成这样，后面的话呢整个打平，打平之后到这边把这两个地方立柱给下来，这个部分就可以转上来，然后这里翻折一个角度啊，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应该是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展示的了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推下去啊，那这个炮塔的部分呢，看你要不要收起来，不收好像也是可以，我们就不要收好了，把它留在后面啊。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应该是要翻进去才对，这个地方翻进去，这里盖上来，这里卡上去啊，到这边啊，这样才是正确的。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个部件下来到这里，这里卡上去，然后这个地方这里从双动关节把这个部件给推下去啊，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啊。这里有时候啊，我手上这边这一侧啊，有时候扣不太上的感觉。好，那么如果我没有看猜错的话，它的基地形态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应该差不多。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钢的这个本体啊拿到这里来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我不知道怎么变对啊，反正看起来大概就像这样啊。这个枪的话应该是按照它的说明书的方法应该是这样子。OK， 基地形态就完成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它那个大合体的部分。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部分呢，这个手臂呢给往上面抬上去啊，有一点类似是回到这个原本的这个卡车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个部件呢，这里挑开来啊，主要是要把这个锁扣给解开，让我们两只手呢能够从这里啊，从这边往两侧翻出去。两侧都翻出去之后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先推出去啊，到这里啊，噼噼咔咔的声音呢、啊，我们把这个里头的这个大型机械这个头啊，从内部给抠出来。抠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红色的这个部件两侧呢是有凸跟凹，这里两侧把它给抠上去。好，到这边，然后这个胳膊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个方向就知道了啊，从这边转过来。那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啊，先把这个我讲是大手好了。这个大手的话呢就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拳头呢这里翻出来，这个脚丫子收进去啊，大拳头就可以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的话呢就转正就行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到这边我们把这个后面有一个板子打开，然后呢从这里不对啊，从这怎么转不出来呢，应该是推进去的，还是要把它拿正来看啊，比较精准一点。这个部件是要往上翻到这边。好，那两只大手完成了啊，这个耳朵两侧记得把它翻出来。这个最后的话呢，这个胳膊是这里啊，胳膊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双动关节，这里双动关节把它打一个 L 型，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蓝色的凸对灰色的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反折，然后呢把这个蓝色凸跟凹给扣进去啊，到这边，然后两个手啊，手到底先到这里，那么它的一个机器人的上半身的话呢，到这边就算变形完成了。
基地呢变成机器人的下半身啊。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腿呢给往下折下来，然后两侧这个地方给翻出来，这边也是一样，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比较没有问题的，翻下来。这两根炮的话呢，啊，你可以先推出来放进去都可以啊，这没有问题。然后两侧这个盖板的话呢，就是给放下来就行了啊。到这边，再来的话呢，后面的这个部件呢是翻折成这样，这里往上面折，这个到时候会成为它的一个背包的部分。我们调整一下机位啊，然后呢，上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往下面折下来。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啊，说明书写的是比较难去理解了啊。它的大概的用意呢，就是要把这一个，两侧这个部件啊，我记得是要翻折到这里，然后往上面推过来。它这里这个六角形的洞要扣这个凸，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凸，我以为是这个凸啊，我以为这个凸要扣这里，其实不是，是要扣内侧这个到这边啊。记得两侧呢，把它给压上去。然后这两片部件应该是往上翻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部件的话，往前面推下来之后翻转180度啊，这个会变成裙甲。然后呢，我记得没错是要这样子翻折到这边，这个会变成前面的裙甲，然后这两侧的裙甲到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呢，记得把它给翻上来，因为这里有两个凸，待会的话呢是要做一个组合结合的。那它扣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有两侧这个灰色的这个凸啊，啊要去扣这两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扣下去。当然后面这里也是要记得先把它给卡，好像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先把这个地方后面这里给放进去啊，应该是后面这里先放进去吧啊，到这边哎卡进去之后，再把它给卡过来，这样哎好像真的比较顺哎，要这样子过来，好用力的往下哎不对，这里有一块部件要记得，这块部件差点忘了。这一块部件要记得把它给扣出来，到这边好扣上，然后这里盖上去，它只有盖上去啊，这里没有组合卡扣的。变形的最后一个步骤呢，是上面这里有两个红色的这个凸，要扣进这个灰色的，好把它给卡进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所有的变形呢就算到位了。那这个部件的话呢，如果你是车型，它会是这样子，你记得把它给压下来啊。它通常我们是变形过程中呢，就不知不觉就把它给压下去了啦啊。那这两侧的一些卡扣啊，就把它稍微合一下。那么呢，这个就是它最后变形完成的形象啊。如果我没有变错的话，应该就是这样了啊。据说旧版的背包呢，好像是更加的巨大。那以这个新版的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吧，还在接受范围内，毕竟看起来像是一个啊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体型呢也是非常的巨大。那我再提一下，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稍微偏广角的镜头，所以它的一个身形比例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形啊。那可以看到啊，体型非常的大，那么体重的话呢也是比较沉的，它的塑胶啊什么的相信各位从把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得到啊，我是非常放心的去把玩的。这两门炮的话呢也可以往前面，那这里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啊，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空洞比较可惜，其他的话呢基本这个地方啊记得把它给翻上去啊，这样一来这个人形的话呢就更加的完整了，武器啊的一个比例的话呢也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在这个情况下的引导模块呢，就是已经藏到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正里面，所以就不能拿出来了啊。所以它的领导模块只有在小机器人的情况下呢才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可动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啊，这平举还有齿轮关节啊，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那腰身的话呢是卡死的不能动啊，比较可惜。脚的话呢，裙甲翻开之后前后啊都可以动。侧踢的话呢没有齿轮关节，比较可惜，外白内收是有的。膝盖的话呢，哇这个非常清脆响亮啊，以官方的玩具来说，这个玩具的话呢算是诚意度是比较够的了啊，难怪说目前在网络上的话呢它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那我自己的话呢觉得这个价位入手的话也是觉得CP 值还是挺够的。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